小红书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我今天这个背景是不是非常的特别？来到了击剑馆，这里不仅有头盔，还有剑。现在我就要出发去找教练学习体验击剑了，走吧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我姓叶。叫我叶教练就行。今天进行一些简单的准备活动，小跑跑，对，频率快，好的，高抬腿，前踢腿，策划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行。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击剑的步伐移动，我跟你一起做，就是我后退，你向前，我向前，你后退，咱们俩大概保持在1.5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。好的。没关系啊，把脚跟上来，对，跟上来，好的，放松一点走。下一个练的步伐呢，就是向前移动，然后我一击掌，你需要迅速退开3步。好，实战姿势准备，开始。平稳，平稳，后退的3步也要平稳，稳住，1、2、3，好的，手拿好，往前，挺胸抬头，好，迅速的拉开3步，非常好。哇，今天主要想练进攻动作还是防守动作？进攻吧，进攻，进攻。今天想学进攻动作，虽然是第一课，但我觉得爷们就得先，就是得进攻。哇，这个人，这个是我们平时训练刺啊进攻的把人。好，拿剑的方式是4个手指全在下面，拇指与食指这样捏住手柄的前端，4个手指全都握在这个手柄的下沿，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，站好实战姿势。一，好的，二，不错不错，我还得再。有两个问题，一是刺点偏高，二呢是距离近了。好，非常好。刚才咱们练的是进攻的弓步训练，这个弓步呢对对手的杀伤力是很大的。感觉跟我看的不一样，我看电视感觉他们都特别快，都是这样这样的。这样的、啊，咱们现在穿上衣服进行实战环节，好吗？来，觉得像骑士，然后还拿着剑，还是。比赛结束需要敬礼，然后用飞驰剑的手握手。好，好的。哇呀！哇塞，输得很理所应当。对，15-4，比我想象的得分还多了3分。出手明显快了，比之前有进步。这次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很多动作都比较被动，咱们刚才有几件是双方同时得分的，你的剑就走在前面，比较有主动。嗯，刺到你的脚了。帮忙了，红军。嗯，好的，这道可能再做出来动作，再继续做，对，不要放弃，同时得分。嗯，时间了，很多动作都做出来了，剑尖更准了，然后意识更清晰，比上一场有很大的进步。他就是必须得果断。很果断的人才能打好击剑，如果有时间，以后还可以再练一练。小红书。